亚洲女性对纯色肌肉男并不是很感冒，他们觉得自己的胸部连这些男人都不如，既有型又自卑。其实在欧美，纯健美肌肉男也并非那么大受欢迎，欧美女性的审美杠杆依然是长相为主。但是在某些领域，肌肉男那简直就是天堂中的宠儿，比如在运动界，肌肉意味着统治力和总冠军；在影视界，肌肉意味着娱乐性和吸引力；而在赫赫有名的机械，肌肉是必备关键词。注意，我用的是肌而不是鸡。在机械打拼，要没两三块肌肉，连被爆菊的资格都没有。说起这个机械，某一天我在 Netflix 上看到了一部用 3ds Max 制作的赛车动画，开始还他妈的挺正常的。哇操，丰硕的臀部一拍，机老单车就突然提升到了三档，还那个百米冲刺。节奏啊，反正我就是一阵带动着车，立马直飙到五档里，超越光速的态势冲了过去。为了能让这部视频能顺利过审，反正后面的内容你们自己往上看吧。不过比起单纯用眼睛观赏纪片，你有没有想过用五官四肢去切身感受激情？如果你说不想，那这部视频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但是如果你说想，哇塞，那今天就一起激出一片天地。任天堂的微主机由于市场定位和技能限制，主机上的游戏偏低龄化，游戏内容比社会主义还要和谐，正在寄生于核生念。在微主机的系统中还复合了一个微博系统，这是一个在线购产，里面能买到许多小游戏，其中有些的游戏的内容和微本身的市场定位比起来，简直就是异教徒般的存在。肌肉进行曲是 Namco 开发的一款体感运动游戏，听名字就他妈的不对，叫肌肉能产生进行曲，那这得多少块不同部位的肌肉不断碰撞才能产生的节奏啊，这不就是在搞基吗？我们进游戏看看。游戏中有七个角色可供玩家选择，一位是来自美国的群众领袖。你他妈能想象一个穿着红色丁字裤、戴着儿童运动帽、跳着屡次拉操的美利坚肌肉男来领导群众奔小康吗？第二位是俄罗斯的伊茨库先生，这耳机一看就是天朝的山寨货。然后是非洲加纳的动物使者，这爆炸头里面住着一只鸡仔，这个造型是在向《最终幻想三》里面的萨兹致敬。然后是西班牙的绅士，绅士啊，不是绅士的男人不是真男人。这塑料玫瑰花配着买卖提大厨的三洋翘夫子很有味道，如果能把帽子和他内裤的颜色对调一下，肯定更有感觉。日本的书呆子大叔头戴老花镜的相扑诠释着人不猥琐枉少年的千古真谛。然后是来自挪威的这是什么奇怪的玩意儿混进来了？而且看他眼睛上那比奥黛丽赫本还长的眼睫毛，判断这尼玛一定是一头刚接触了乳腺的母熊。最后一位是大英帝国的我擦你妹夫，这粉的比基尼要不要这么带感？还有头上的双尾辫是不是有点过分呢？人妻守妇道是为了家庭和睦，基佬守基道是为了不杀人狗眼。我说你一大老爷们有点下线好不好？无论是选择城市、村庄还是太空站，三个地方都有同一个故事。你妈这游戏都还有剧情？七个基佬在健身房挥汗如雨，一位猥琐的橄榄球运动员悄然的偷走了他们七个的蛋白粉。七个基佬恍然大悟，摆着健美造型怒发冲冠。游戏正式开始。游戏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抓住偷蛋白粉的贼。喂，等会有这么抓人的吗？七个人分头围堵不就好了？干嘛排成一排成一字长蛇阵啊？这不明摆着想要搞基吗？目标摆出各种造型，在墙上做出各种形状，玩家也必须用体感控制器让自己的四肢也跟着做出这些形状，才能顺利穿墙。说白了，这就是一款强来了规则的游戏。由于我没有体感控制器，便只能眼睁睁看着主角崩。由于游戏在微平台，技能受限，在这些肌肉人上面运用了大量的 3D 多边形，所以街边的路人和道具都只是纸片。在办公室里跳着芭蕾舞的纸片女，还碰到天花板上的客服经理，挨骂一群肌肉人光天化日之下裸着身子为一桶蛋白粉当街卖萌，至于吗你们？第二场景是村庄，这次偷蛋白粉的居然是全身紫红的俘虏娃，果然是你齐娃，齐娃你怎么啦？齐娃你的老夫可以吸食天地啊，怎么你就换了他们的一个合同造型就能倒过来偷蛋白粉呢？我以为你是来偷 AV 的。
真的是因为国内的哆啦 A 梦不放心吗？这村子也是奇葩，连田间耕田的农夫都是鬼畜者的健美男形象，而且连村边的街都在搞基，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了。最后一个场景是太空，这次偷蛋白粉的是，我去，这是边道具边偷蛋白粉的即视感吗？兔子也搞基，这是我见过最基最基的游戏了。想象一下，你一个人在沙发上拿着体感控制器摆着各种健美造型的傻逼样，是不是有一种想要自己爆料自己菊花的感觉？什么，一个人自爆太寂寞，游戏居然还他妈的提供了2-4人的多人模式。想象还是个爷们并排站在沙发前摆出各种健美造型的带感画面，玩不了多久四个人一定会在沙发上群击成一团，即便其他三个不击，你他妈的也会说不管你击不击，反正老子今年就是要击。无际的大海，那海里波涛汹涌，我们不畏惧艰险，让我们手牵着手，让我们肩并着肩。